双十连假天气一起来关心。这两天如果您是往北东地区，可能会觉得这旅途有点扫兴，因为雨神一直陪着大家。确实看起来像是宜兰还有北部多个地区，甚至花莲市，这雨势都不小，雨今天还会下，要下到明天。下一张图要带您看的是整个降雨趋势了。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明天还会下，可是雨区会稍微缩小一些，包含在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的时候，这个顶多剩下宜兰或是整个东北角一带的雨会比较多，慢慢的到双十节白天，也就是明天白天，一样是雨量比较多，但是雨会比今天还要小一点。好消息是，像是双北市地区，明天毕竟有这个国庆大典，看起来天气会稍微好转，水汽会少一些，所以大家这个出游方面或许可以考虑往北走了。下一张图要带您关心温度方面，会下雨，有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所以您看北部包含这两天其实温度都稍微掉了一些，但是下个礼拜这东北季风更强喽，温度还会掉下来。中南部高温都在30度出头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